哎，这么在许多，伊在做啊，加给那两年么在做啊，师傅做了，比如俺奶奶在做啊，瓦炉了一间，慢慢那个都专门在地磨了，还是马儿比那两都做。来做瓦炉了那一间呢，加比那瓦奶奶，慢慢来做阿西哇，下呀啊要人工，阿西娘也在做瓦炉了都做。我们那一间呢，努啊，你进来一下说等个就是啊，加加西间在做瓦炉了那呀，么两都。嘎子了啥？嘛把啥剧情嘛都全部直播都做。老姨妈在伊妈儿跟那两都做，伊瓦噜噜那一件呢，伊娘妈侬啊哩哇啦哇咋来做啊？瓦噜噜都做，哎做达达们喏，这些阿达兰都做，妈妈那个来做啊啊阿拉罗马都做，妈妈些来做是瓦噜噜这些阿达兰，那么也对做做嘛阿是不做了这些阿达兰，那不哩也哇伊就点嘛就啥？啊，伊嘛子嘛子啊，都做伊瓦噜噜都做。那我来做这些阿达格兰那一件呢是瓦噜噜，啊，点嘛就是就做了对做哒，对做几代里啊，不伊努嘛两年嘛就啊，是把是家里都做对做世界上都做啊，加把做单来做这些呢，伊个那一件，伊在做加把做单来做啊，伊瓦噜噜啊，跟那兰。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年代是一定要有小米的种子，还有高粱的种子、芋头啊、地瓜的种子。这个东西做你的嫁妆哦，非常重要，让你不用饿死。最嘛在地毛了都做，来做一节阿拉德巴吉那兰嘛，把那做伊玛阿拉吉那兰都做。那我地米家师傅做瓦罗罗一间，啥里不能那那几代嘛罗罗一点嘛就。那我上巴巴里塔阿多库库明西胡多做，巴巴里塔那阿多马尔村那呀。那我一在做那么多做，是那瓦罐那马阿拉诺呀，来做瓦罐那些呀，哎对那西砖人，对做巴加普罗萨皮做，再为了这上阿斯，伊尼九阿尼嘛就。在57年那个时候就发现我们那个地方有裂痕，就是在我们部落的上方，就是上头那个地方一座山，那这个裂痕是相当深的。深深的时候，跟进那些老人家哈、哦，要把狗也好什么丢到里面，为了探那个，就听不到声音了。大家想说应该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相当危险。在那座小雅舅妈儿那间的妈妈，你在跟那位对住啊，把那以爱聊南西啊一间，还做竹里竹里，我那个都做。我们那个部落是，用石头叠起的小径啊，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我们几乎都用步行的在走。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童年非常快乐，我们常常在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哈，会很多的童玩。1月到3月是什么？这个季节是我们应该是属于玩什么的童玩，或者是到4月到6月的时候应该是玩什么童玩？我们都有这样不同的季节性，所以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那个住多抓，还专门在多博物馆，啥里啊林都马西阿家伊那伊那，老是不准的念嘛就，还住啊吉努曼尼嘛在叫马尔诺呀。你也没歪对做，那个真也没叫没事做哎。爸爸妈妈是我比较念他们，他们去田里，我也要去。在来做的，伊那伊么在伊瓦罗罗，阿妈也奶奶那他们大人对做啊阿拉罗马。Saya izah itu ada nama ni maju apa jalur nang atau acara kila senoi jen nama yang atau abu abu apa sakat saya lihat dalam arah rumah. Saya 看到他们在播种撒种的时候呢，在我的记忆是非常，没办法忘记呀。Aku ada tuan, ada malu dah isu.
这个种子也还是二姐给你的吗？还是是你自己留的？啊，最主要就是二姐刚刚讲的，啊，她当初小姐的时候，她一直留到现在，也是留到我们这一代，这样。然后我们还会再保留下一代，因为毕竟孩子年纪大了以后，还是回到故乡。三那个屋第一呐，来做我阿阿麻烦来做啊，麻烦张姨了，你们在跟那来麻烦些，一做你们就来做啊，阿拉罗马阿呀，哎，到底嘛就那怎么屋里的多，把工资多一做，就是阿达个来那呀。刚刚我们那个妈妈在说明，就是说，在秋马的时候，她先生的弟弟，他很喜欢吃高粱做的年糕，因为他吃小米的年糕会肚子不舒服。啊，吃这个高粱的时候所做的年糕是不会不舒服，而是更健康。所以他特别交代他的大嫂，就是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个高粱带到新马这里，然后继续来推广、来播种的，是这样。这个种子平常是他不卖的，驼木的人是不卖种子，他希望就是把这样的种子能够分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族人，让他每一户都可以种着这个高粱。要种这个高粱，它有它的程序。这个高粱它的好处的时候不用水，它跟太阳一起挑战，大概还是会长得很，不用浇水。撒种子了以后呢，一定要很注意谷鸟，它们会吃，你必须要去看看，然后把它拿掉。等下雨了以后呢，它会长出来，我们就是要开始拔草。那高粱就越高的时候啊，草比较低了，你就不要管了。啊，以前的高粱原生的哦，都是差不多也都是两公尺高、哦，有的像小甘蔗那样呢。啊，以前我在看的时候啊，差那么多。现在因为是土质关系了，土质这边的土质跟我们原那个就不一样。过来一下就好了。歪歪的呢？搞歪了。不是要这样吗？对啊，你们现在就歪了，要这样了。哦。好了，没有关系。你们认为艺术的话就歪歪的，没有关系。到屋里嘛，杀戮他们，到嘛说八卦，也嘛分析啊，来做的阿妈，啊，对做这些阿达个人，嘛是阿家嘛家嘛，杀了林爹嘛就多不来。我们还在旧部落的时候，他们种这个，我们可以往那个呢米厂那个做米厂，做米厂的，你到里面你看不到，你不要给他动摇，他不晓得你在里面还是在哪里。我忘不了他做啊。就跟现在一样，这个也带着。那洗着装好嘛了，在那里。你有带发抖了，就不要勉强。很恐怖哦。在雷泽比那个那阵里，阿曼诺亚雷泽瓦鲁鲁西那亚对着阿根廷，伊在这边那打里度尼马就。瓦鲁鲁这个名称吼是咬人数啊，因为我们的部落是小小的，啊，我们那时候我们编入到雾台乡那边了、啊。我们人数最少，可是考试都是全马，一到三名都是马人，运动也都是马人，所以说因为咬人数是比较温柔可爱的，你不要触碰它，它就不会起起痒啊什么的。而那一颗就是咬人数，而且有点像我们原住民在做奇纳布的那个拉米鲁。以前不懂的人会误传，就是拿这个去要包那个猪肉，结果吃了之后全部舌头都要痒痒的了。原来这个叫瓦鲁鲁，
以后不要叫马儿，叫做瓦鲁鲁，瓦鲁鲁。他用那个汉字来翻成的话，有一点那个落差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是政府开始用砖头，每一户帮我们做一个二房一厅的建筑物，很小。所以我们要适应那个房子，真的是有一点点不习，真的开始不习惯。因为我们这么长久就住在那种我们自己搭的那种石板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总是会很怀念，像我的祖母，她不愿意来迁到跟我们迁到这里，她不要。所以老人家就是已经习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后，她真的舍不得那个地方。过去的老人家说，你只要离开你的地方哦，那个你祖先所选定的地方，你只要你离开那里，就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晚上。哎，啥？一九万门，哎，这嘛在多西巴山西马街，拉左邻啊，对，多西巴山那么拉左邻啊呀，啊对，这嘛嘛在云南人，不罗瓦罗瓦的那，就那个暖西湖。我那时候也是高中了，我也是要来这边，这边都是属于相思里。我们真正的从旧部落犯的地是这个山的后面。说实在，我们所分配的土地真的是不像我们过去在旧马。我们这边所分配的是第六林班，就是要在口市，还要上口市的上方，所以我们必须要骑摩托车，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到达我们的地方。起初我们就开始有耕种，包括我父亲，他经过这个翻山呢，他宁可从这个捷径这样小路啊，所以他是觉得从这里比较近嘛，不要绕，他宁可从这里就翻过去。他用背那些农作物啊，南瓜什么都会背到这边来，我觉得太辛苦，所以最后的是我们那个第二林班很少人到那里耕种。你现在讲这个。所有没有盖房子的地方都是安坡段，都是属于安坡段。安坡段的意思说不是我们马坡段，不是不是。我们很穷。哦，所以这些农地都不是前后左右都是人家的资产啊。部落这一段过去才是马儿段，新马儿段。那我们这里附近就有分配给我们的一些，每一户大概是两分多啊，但是这个两分多来讲，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讲是不够我们用，我们这里只好年轻人就往外流失去找工作了。那所以大部分我们这边都是从事屠宰业嘛，啊，所以很近，然后呢，每天上下班又近又还可以，然后最起码每一天有工作就有工资啊。所以我们最后就靠这样，这个到外面去杀猪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所以变成我们这里的农作物来讲的话，就几乎没有比较少人在种了。所以因此在我们的整个我们的农作物来讲的话，很多在我们山上所我们就所种植的那一些那么好的，像小米也好，高粱也好，尤其是高粱，几乎在我来到这边看不到了。哦，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种，光我们种小米就差不多了。你做瓦古尼阿米那加拉米，现在都阿不巴里乡是南巴掌阿的做，老毕马扎对伊做啊，乌拉伊尼吉南马祖拉努里阿瓦加安的那呀，来做阿拉鲁马诺呀，慢慢闹大是南巴掌阿的诺阿拉马勒马冷。高粱长果实了以后，不用喷农药，
那个虫不能吃，因为它长得是比较大力一点，所以要剥开不容易剥开。那小米的话是比较容易小鸟吃啊。那去年我种的是大概一月我种的时候呢，它的高度大概3尺高，可是它长的果实不怎么好，那我就换时间。今年种的是在4月撒种的，它长得又肥又粗。那现在我看的，我觉得很满意了。104年小米收获季祭典开始，鸣枪。Sanu masalu salut ini amina kemau kawat aitu pakat lai tua mazangilan naya atau itu polisian tua itu cacing balita naya lai tua cia mazangilan ila suujan tua itu cacing atakalan sa itu itu cia albanaya cia pakalan naya atau itu malpazat cia pakalai. 收成以后，他会召集我们所有的族人哈，在他的家里，来做年糕，然后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族人。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的大同不是只是纳贡而已，最主要是要养育所有的部落的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旧部落，高粱也是一种副业的啦。真正的我们的主食就是这个小米。就是做年糕，然后打碎啊做粉啊，也可以做长的，也可以做圆的。有的偏爱吃高粱，比较不会腻。这个小米哦，你吃了几粒酱，好像有点腻。Sanu pajalun tua masalo temang ceza cala a ilizulizo amang ceza semama saya kenalan cila marwan aja ina-ina. Xiaohaizi 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到都市，让孩子读更好的书。可是反效果，不会长模一样。所以我们有一点后悔。那快点回到部落，自己的后代能够会学习我们的母语，那他们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所种的是什么，都有它的名称呐、母语的名称都有。来到新部落之后，我们总是要想要把自己几乎要失去的文化也好，我们一些我们很宝贵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我们想要重新把它复兴起来啊。很多有关于我们那么好的一个文化，几乎都看不到了，他们都不知道，已经不认识了，也没办法认同。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部落的一些很宝贵而且又那么优良的一些文化能够传承到我们自己的下一代。男士如果他已成年，是要守护着我们部落，要去山上打猎，要保护我们的社区，要喂养我们的社区每一个乡亲。到部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叫做萨斯克站。以前在旧马来讲，我们只要从山上一回来，每一个大的路口都有萨斯克站。有人是从山上工作回来，背木材也好，农作物也好，我们的年轻人都会在那里等候，他会马上帮他们背到他的家里。老弱的妇女哈，感受到这个年轻人那种非常好的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了。所以父母亲要过世的时候。父母亲他有讲过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把它带去，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遗传下去。那这个种子呢，芋头是我们从山上带来的，那高粱也是这样带来的。所以父母亲他们是交代的是对的，以后世纪转变，台湾转变的时候会碰到二荒嘛，回到自己的部落，我们有自己的地可以工作，我们就有饭吃了。我们想要把过去我们在旧部落的一些几乎要已经要失传的几乎看不到的东西，重新在我们的这个农地啊，有限的农地能够重新再现了、重新把它种起来。Sa simula mga tua lima puro ka sa wili sa mga mula sa siya takalan as valuru to ito as sa tiyulan tuto to sa kaya nga. Lalo ito mga ikinalan, ito nga tayday sa puro kala ito at siya pinaadjojan na natamalam to ito alaluman na ya mamabota matunad zimang to mga ikinalan ilalabalaba to sa siya takalan to masalutin na parwalot. Di jubalang pa siya jalun.